峡谷排队太慢了，兄弟们啊，还没有新赛季，等新赛季再打，或者待会七八点可以打一两把，待会排队快，待会人多的时候再打，兄弟们，峡谷之间。其实飞机的话，比泽拉斯的战斗力要前期是要高的，兄弟们。讲自我感觉，因为他有个炸药包，八分钟有个炸药包啊，可以帮助队友控龙拿先锋，建立一波优势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。我操，什么东西？汤姆少校，呼叫地面控制。找死！我的尾部有一名敌军。哎，他们阿克萨可能会蹲我，拿枪能不能来看一下？没双招，可以杀了，怎么他死了？Nice！ 哎，我这个针眼插在哪呀？这针眼是我插的，我操！喜欢收！nice， 直接推的，搁这烧。哎，说实话，他这个英雄他前期的伤害是真的赖皮，你们知道吗？就不能跟他打，前期他这个英雄太猛了，我觉得。我操！末日没到 ，ADC 没闪。我操！说实话，这玩意有点恶心。哎呀，剑姬不该追了，感觉。
这把确实中单差距，我打的对面没有，我打的没有对面阿克上好。我操！锤一下我就死了。没大的，没大的，没大的。nice。哎，我操，坏了。哎呀，我操！我被阿克上给吓到了，兄弟们，真的。nice nice， 翻盘了，翻盘了，翻盘了。nice nice nice。真的，我 W， 我第一时间，说实话，我直接突阿克上的脸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我可能打得赢他，兄弟们，你们知不知道？我觉得我没有必要怕，不尝试一波，你不知道自己的伤害有多高。我刚刚有 W， 我可能能把他打赢。哎，他又，别死别死，啊！这人还有 Q 吧？我操！死亡之舞，死亡之舞，我操！再不整个死亡之舞要出事了。哎，我就知道。还行还行还行，可以可以。给这上野站出来的，我操，把他吃死了，飞机真的，都把飞机打得真的吃死。崩了他，牛逼，大龙能打吗？我十六级了，我现在很稳。哎呦，你踢另外一个塔呀，兄弟！nice。
可以 ，nice。我泽拉斯打个白金，我有时候都被当杀被打吧。我飞机大四局被虐一把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坏了。我操你奶奶！我这把，我以后打飞机，我把把帮安克上，兄弟们，真的。好恶心，真的阿克上真的好恶心，兄弟们，恶心坏了，我被阿克上，兄弟们，太恶心了这个东西，我以后玩飞机我把把帮。我可以拿远古龙，对面七了，兄弟。这个傻逼 EV， 我操，白给了呀！我个大招他快死了，兄弟，这就是我的伤害，兄弟，看到吗？上是个什么东西？后期大跌，还是得看我飞机，兄弟们。扛塔推，扛塔推，直接扛塔推，我操，扛上去给老子。